叫不出来。对对对。可是陈毅，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跟网友去见面？有曾经见面过，嗯，对啊，其实我有好几个网友都是在认识六七年的时间，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。哎，你们都曾经跟网友见面过吧？熊宝有去吧？有啦，有。就然后嘞？也没有然后啊，就 MSN 聊一聊，说要不要去吃个饭啊？女生是不是？废话。结果呢？结果就吃个饭啊，然后就是。就这样啊，谁呢？就露出好色的本性嘛，就是只有吃个饭，然后 MSN 上聊得很愉快这样子，后来就没了，就没有后来，就是好朋友啊。请问是哪一位女生放过自己跟男友的亲密照？就是你，哇，多亲密，再经过。我脸都红了，这个是，这很，其实这个，又不是我放的，那是我放的吗？我觉得你们背后都背着很大的谎言，熊宝跟他两个人有没有？上电视好像在编织一个什么谎言，其实私底下没有，因为就是，这在我相簿上面你看不到的，就是他放的这样子，经过你同意放的，没有，就是那时候是我说要拍的。所以这个已经是你们所开，可是后来是他的那边的人气在冲这样，所以他也是后来我就是我在拍吗？哎，没有，我自己拿相机放着，然后自己拍。所以这是最厉害的吗？你们两个的，还能怎样吗？所以没有就是漏到太。据我们所知道的，还可以怎么样哦？是。说像陈，没有哎，就这样，最大尺度就这样。那还好啦，这没有怎么样、啊，还蛮温馨的啦，蛮温馨。熊宝，你今天来是？哦，我是来，其实我也是来打书的。对，一看就是那图片，看到都忘了是。这个是康永哥，谢谢你。我里面有画一个小小的图。谢谢。他画好好笑啊！这个送给你们。你看他画我们两个真的很好笑哎。好。可爱耶！所以熊是你创造出来的角色。其实熊宝就是我自己的绰号。还有一本要，哎呀！谢谢。就是坐到这边第一次有人给我这个。真的吗？我以为他要给我，都笑了。出运了耶！坐拿，谢谢。熊宝本来就是我高中到现在的绰号。为什么？你有熊过吗？有啊，我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胖，然后比现在矮很多。然后他们就我同学女同学就讲说，很像那个熊宝贝衣物柔软巾里面那一只，对啊。然后熊宝贝很娘啊，所以我觉得熊宝比较利落一点，就用到现在。这本书我来看看印刷量。跟他们不能比啊，但是他的那个小图示其实都还一刷2008年2月哦，那才一个月而已啊。他也有关于火锅的故事哎。说什么啊？白菜在吃火锅的时候，白菜掉在桌上，他就很在意，然后情急之下又有一点迟疑，最后还是决定把那个拿起来，然后丢进火锅里，就发现那是湿纸巾。这还蛮好笑的，是真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常常会这样啊，像卫生纸沾湿也很像白菜啊，对啊，这种。所以你就是看到你就要丢就对了。就是看到就是会觉得它在那边很不舒服，所以就把它夹就丢进去，对啊。所以这就是台湾的未来。有股下一个就是男生都是史丹利跟熊宝宝，然后女生都是。没有，是说你不要再用余光过生活，因为你知道可能太害羞，所以一直用余光东看西看，就误以为那是白菜。他的自我介绍就写说，害羞避俗装正直，却时常露出好色本性。所以就是好色鬼啊。哪个男生不是好色鬼？你的程度有到多严重？会浏览色情网站吗？不会吗？对，我只是我刚刚说你不看 Angel 跟幼林的照片是怎么回事？就是
还不够辣。对啊，直接看全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影片，对吧？没有空看穿衣服的，对，需求没有那么简单。可是你是属于那种会想说，哎呀，干脆在电脑前面就是投入在自己的世界，然后懒得交女朋友的人吗？不会啊，还是有交女朋友比较，还是要真实的。就是一个是只有用眼睛看啊，一种是有用心在跟他对话，不一样。对，终于讲出一句人话，吓死我！吓死我！不甘心位居人后，陈毅当场与人气王。到目前为止累积的那个点阅人次，女王是900多万吧？900多万。熊宝400多万。400多万。史丹利也是900多万。对，幼林可以跳过去吗？讲讲看。我不敢讲，就50几吧。因为你开的很短吗？开的时间很短吗？因为我对比较短，然后照片比较少。因为如果是照今天你看出来这些照片的话，你绝对不是这个数字。就是那些照片都不在我这，对。所以登的只有猫也没登吗？那个。其实反正已经在电视上面曝光了，你就可以登吧。对啊。哦。好。Vanessa 呢？没有去计算，也是几百万吧。OK。Angel。600多万。哇，陈汉典。我可不可以跳过去？陈汉，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在这边。24万。24万。那你进步很多哎。超多的。你不是刷部落格超烂吗？不是只有15个人。超烂的。你部落格那么烂，你没有啦。还不错啊。我劝他，因为内地就是有些他的粉丝就一直呼唤他。我就劝他在新浪开了一个内地叫博客嘛，博客。然后我就答应汉典说，只要他开了，我就会帮他连上我的博客，让网友知道。结果他就是写了3篇，内容都一样，他前2篇都是错字连篇。不是那个很奇怪，就是像电脑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好像一个不会写中文的人，就前2篇都。到第3篇才中文内容，终于内容可以正确，可是内容烂得要命，就说嗨你好，我真的是陈汉典，就这样还能够写到错字连篇呢？没有，那个是可能网页坏掉还是怎么样，那不是错字连篇啊。你这么频发内容，我怎么有脸把你连到我的博客？没有，最近比较忙。那有 po 一些什么精彩的照片吗？没有啊，只有会新增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有20多万。你可不可以跟 Angel、Vanessa、佑林他们借一些照片去放？好不好？等一下。私底下留下联络方式。对啊，就说在康熙遇到这些客人，然后这些客人都有很好的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样我再帮你连过去比较好吧。好，比较好看，起码那个画面。是啊。陈毅多少人次？我差不多加起来，最近的啊，差不多加起来700万而已，还是比不过他们。可是他之前有被删掉了一个大数字，而且也是最近的。但我已经不在乎了，其实对。平淡过一生，稍微有一点掉，你会就已经放开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会不断的按那 F 有吗？重新，然后一直看那浏览人数有没有增加。可是以你现在的历练来讲，你会觉得躲在网络世界里，然后享受那么高的点阅人数，这件事是很空虚的吗？其实还好哎，还是会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写部落格，喜欢写一些自己的心情，然后喜欢跟大家有互动，对啊，所以今天很高兴都碰到他们，而且有几个还是我常去的部落格玩家。所以史丹利现在是专业作家了吗？就是专职作家？你要听他的文章吗？是啊，真的要听吗？不然呢？我的手机，因为你刚用到"专业作家"这4个字，害我有点不好意思念了。我应该。算是有肠躁症，一挤起来，我脆弱的肛门是很难撑住的。看到本人，然后听。